爹嘞，请坐。大家啊，同心，大家好。首先啊，来恭喜大家参加咱台湾民政府的啊工时班的结业。啊，我来请问讲，因为听到咱秘书长安尼咧甲咱啊报告，恁大家有信心无？啊，若有信心，大家爱拜托两件代志。第一就是讲，转去啦，较够话咧，叫大家来申请身份证。第二，去叫一寡少年的啊。家己有各种的专业的人才来参加训练，咱足需要这些人才。安尼大家做得到未？感谢大家。咱即马要来请问第一个问题。要来请问大家，咱秘书长有来甲咱讲，咱依照国际法、战争法，流亡政府啊，袂使就地合法。啊，这大家唔知了解未？什么人要来讲的？举手一下，好不？要照啊，流亡政府啊，袂使就地合法啦。啊，咱已经上啊两公半嘛。啊，秘书长头拄啊，甲咱讲，讲咱阿伯啊出去，甲咱记两句就好啊。一句是啥？流亡政府不能啊就地合法，安尼多一个要发表的，有啊无？啊那安尼吼，无阁一个问题，那占领呐 并不得啊移转主权。记这两句就好了嘛，占领袂使移转主权的。有多一个要来发表无？有哪一个要发表？这是向世界的观众来啊，迄、那个前面的广播哈、哦，世界上在看我们的啊，这个啊。传播啊，你阿伯我世界上出名的，多一个要来讲这个华丽的观念啊，这个少年人啊有意思的款，来请，来，啊，少年人咧讲，是啊，啊，我拄啊有印一寡。啊，这些资料啊，因为因的啊，无想到讲今仔日坐满啊啦，哦，咱的啊坐满啊，那有诶无摕到的啊，较歹势吼，啊，都印遐尔。你把这两个问题哈、哦，你所知道的啊，你家己的心得讲出来给大家。好、哦，没有关系哈、哦，嘿，你嘿，就这两点哟。啊，嘿，这两点就好啊。咱就讲，咱即马出去外口，恁讲恁
华丽啊，那么是咧讲啥物？啊，咱就甲讲啊，这个叫做啊，流亡政府袂使就地合法的，哦，啊个占领啊，不得移转主权。哦，啊，你的你即马两公半，所以迄个甲讲出来，哦，世界上大家话拢会捌你。啊，你自我介绍一下，然后，你自我介绍都可以，用华语也塞哈，华语也塞，哦，用华语介绍哈，哎，那个我的名字叫做王维聪，啊，我住彰化，对于刚刚他讲的那两点哦，我是觉得说啦，就是讲，你是说就发表意见了，发表你的心得拢好，我就觉得说了，哦，那个哦，中华民国，跑到我们台湾来了，啊你哦，搞咱台湾用个乱七八糟的，哦，哎，乞丐改庙公啦，嘿，我讲好你的部分还是，没有关系，就是你所知影，你讲给世界人知，咱这遐少年呢。咱拢以后拢会少年来参加，是毋是啊？是。啊，迄流氓政府袂使就地合法的代志吼，迄个有个人就讲啦，讲啥物讲选举了就会使变做一个国家哦，根本就无可能嘛。对，嗨嗨。哎对不？对，嘿，美国去占领，伊来甲设一个民政府，啊，甲尾啊，吼，啊，伊美军撤退，因民政府例外，啊，美军撤退，啊，咱来甲啊，鼓掌一下，好不？啊，谢谢，足感谢啦，多谢大家，啊，足感谢，安尼伊来上课，袂歹，表现袂歹。咱即马过来学习一下吼，大家我有这个观念，咱家列出来，咱228名啊，咱林啊之前博士带领啊去告美国政府了后，美国啊迄、那个最高法院吼、哦、啊来判决吼、哦、啊，咱第一点啦、啊。大家了解，咱是甲日本天皇是毋是共国的啊？是安怎共国？啊，日本天皇也无国籍啦，啊，咱也安怎？也无国籍啦，好，共国的吼。第二，伊讲啊，台湾的啊，人民的政府啊。台湾政府啊，都唔是啊世界承认的政府。迄、那个我们啊2004年啊，迄、那个鲍威尔国务卿伫10月25日伊就讲过啊，中华民国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。啊，这都是事实啦。啊，这啦大家会了解。第三，啊，咱还受到这个政治的炼狱，是安怎叫做政治炼狱？嗯，啊，都，甲你啊，咱伫遮，咱所摕身份证，大家身份证摕出来看卖，拢写啥物？啊，写啊，中华。
啊，民国身份证啊，这个国家都倒去啊，啊，这个身份证那是啊，无合法哦啊，咱这个提这个身份证啊，就是去到外国未用你啊，所以讲咱即马都爱鼓励大家赶紧来提这个身份证。美国甲咱讲，那达到50,000份，要开一个卡给咱。啊，一个海关诶，进出口的迄个关卡吼，互咱过。啊，这那是。啊，过来，伊阁甲咱讲，啊，最高法院阁讲啊，咱爱安怎？伊甲咱讲啊，所有诶，甲咱讲欢迎啦，今后要求要依法。正确行事，就是讲行政单位爱来甲咱协助啊，正确行事。啊，佫刷了讲依照啊，迄、那个叫做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，安尼咱就看了足清楚啊。咱啊，再来看这张啊图，咱就足清楚。所以美国有关单位甲咱联络，叫咱去遐成立什么呀？啊，那么办事处，啊，这都表示什么？啊，表示啊，美国依照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甲因高等法院的判决啊，正确行事。啊，咱啊。底下举办啊酒会啊来庆祝啊，这个照片咱也得看出来啊。过来，咱底下酒会以后啊，送咱这两张啊，挂伫壁的迄两张，大家足清楚啦。啊，这张是啥？伊甲咱讲。这是什么？台湾是美国啊占领，美国总统会得啊决定台湾。咱诶，即马这个流亡政府的选举，总统要就职啦。拢必须要取得美国奥巴马的贺电，啊，那无贺电，无准算，啊，这就是表示啥？啊，这张图咧，甲咱讲嘛，啊，佮甲咱送这张图啦，咱秘书长足聪明咧，去研究甲尾下讲安怎？讲哦，原早就是甲咱报讲，咱台湾的安怎？迄、那个所有钱要带伫即内底啦，所以伊才甲咱讲，叫咱去啊，去拜靖国神社，去甲天皇祝寿。啊，咱一直看到这个照片。这个照片就是说，咱原早讲，甲日本讲，咱一百个要去啦。日本当时回信来讲，恁会拍唔到，会加一个零无？是毋是十个要来？恁李登辉总统来只几个啊？尔啊，恁十个都未少啊，是毋是会拍唔到？咱国家回批去讲。咱是一百个哦，到尾报一个名，讲105个啦。拜托大家赶紧报名，到时咱200个啊，都截止了。哦，到时啊，你要去也无遐多。所以讲，大家若要创造历史，把握这个机会去。写历史啦！阿伯甲恁的子孙讲，恁阿公早期，你看，甲
民政府在那里打拼，这样你不像我很公平的。啊，这会骗你还是不骗你？这都是事实啦，吼，这都是事实。啊，这一个破天荒，咱啊去甲日本天皇接收的时，经过两道的安全检查，那你是？带皮包爱开开，男士提包包那爱开开，一关过一关。讲这支旗啊，会使予咱入去甲这张啊日本旗啊，做伙入去见天皇啦，破天荒啦，去啊拜了啊，去甲接受了后。真正日本政坛大地震，我所说的讲政坛大地震，安那政坛大地震，上达伊拢唔知呀，也无清楚，阮就这个机会啊，拢去拜访因的参议员，甲因的办公室，因的众议员的办公室，拢去甲因沟通，因讲啊。有影这个代志无？因咱足欢喜啦，所以讲咱自拜了后，你会得看到讲，因咱参议员啊，这个叫做啊，咱所说的啊，山谷埃里克啊，伊伫这个一月二四啊，啊，甲首相讲台湾地务的问题执行啦。啊，这个足明显的啦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台湾就是日本天皇啊，也有这个所有权啦，所以这是足正确的。过来影响到啊，因的上头日本啊，较无了解，只嘛了解讲咱林秘书长的。依照啊国际法、政权法，伊这个啊做指导啊，得到啊是依照啊政权法来讲，这是日本的啊，所以讲因即马一家呛声啦，组织出来要来啊，这个应应小组来对啊这个指导这个代志啊，咱一个看到。美国啊，邀请啊东京都知事啊啊，那么我们叫做啊石原慎太郎去访问啦。甲讲了后，伊伫美国访问的时啦，伊就大声讲：安尼好，那是啊钓鱼台是我们的固有领土，安尼我来出钱。甲买咧，安尼较简单啦。啊，但事实上安尼是唔对的啦。但是伊要丢出来这个信息，和大家政坛去安怎，去搁较清楚咧啊。啊，这是啊啊这个问题，咱大家也知啊。以前啊，日本这些政客啊。拢咧提啥啊？拄到中国头啊，拢咧咧啦。有当时啊，讲因战败啦；有当时啊，拢唔敢呛声啦。啊，即马啊，咱所看到的啊，维尔茨啊，五月十四号伫东京召开啊这个大会，啊，中国讲啊。抗议啦！啊，日本啊，这个啊，国会议员呐、啊，四十外个联合起来，从来无安尼啦，联合起来对抗什么？啊，对抗中国，讲你在干涉我们的内政。
安尼大家想看卖，日本是毋是咧直直变化出来，直直咧发酵，是毋是安尼？安尼足清楚，吼、哦，安尼也足清楚。啊，咱过来看落，这张啊，这敢会过你？这张会过你啊未？啊，这就是讲啊，日本啊，中国、韩国伫北京啊，伫五月十四日伫遐咧讲因个哦做啊高啊等于高峰会议啦。啊，咧高峰会议个时安怎讲？他日本政府啊，就是讲这个首相啊啊。伊讲钓鱼台啊，是他们的固有领土啦，这话拢咧变啦。啊，中国这个什么人？温家宝伊安怎讲？伊讲是我们的核心利益啦。啊，有差遐济无？以前讲啊，咱也了解讲，以前讲啊，台湾啦、啊。钓鱼台啦，就是我们不可分割的领土。后影乌白转啦，因话拢清楚啊啦。啊，台湾田无沟，水无流，介一点啊关系都无啦。安尼足清楚嘛吼，这就是证据嘛。啊，过来大家看卖咧，这张。啊，要让大家来发表，这是什么？会看有无？啊，看到一个要发表的，来甲阮说明一下好无？这项世界广播呢，你有机会来这发表啊，另啊有这个机会在世界上啊做这个广播。有多一个，好来，好来，来，请过来，请过来。各位，自我介绍一下，咱这兄弟啊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哈、哦。我是来自花莲，南花莲啊，上界远的所在玉里哈。啊，今日真欢喜吼，会当遮济人来参加咱这个民政府的这个啊法律的研习会吼、哦。啊，我对这個秘书长过去，我伫这个啊迄、那个政论性的节目内底去看到伊，伫遐发表伊过去吼、哦，去中国教育。啊，了解这钱，啊，甚至什么名无去吼，啊，赶紧逃命逃走，啊，坐迄个偷渡的船返来台湾。啊，这段我有看到伊的这个说明安尼吼，啊，所以讲我对有了解。啊，早期真侪年前啊啦，当然迄当阵伊伫讲2006时阵去告美国政府嘛吼。啊，大概迄个新台湾论，我有看一章嘛吼，因为我介无闲吼，啊看无介济，看头一章啦尔吼。啊，当然迄当去甲告时阵吼，啊美国国务院拢甲反驳讲这是政治问题，要求咧联邦法院爱驳回安尼吼。但是咱伫遐看到美国的这個司法独立。是大家咱个尊敬的吼，啊，美国的联邦法院，甲国务院的这个啊，迄、那个伊陈述的的要求讲驳回的这个啊，这个迄、那个迄主张时阵，伊个驳回因国务院，针对着咱秘书长甲过了要赢嘛，吼、哦、要赢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他都阿哩讲。讲占领吼，袂当就地吼来合法吼，是毋是安尼吼？当然，
袂输敢若讲你去共租厝也好啦吼，也是你做电农也好啦吼。啊，你做人个田，到尾要迄个做电农，要变做地主，我觉这是无可能个代志吼。这是伫乡里顶头，咱都哦会当看到吼。啊，这嘛有做一个真正确个这个这个分析出来嘛。吼、哦，啊，流氓。吼、哦，流氓！中华民国这个政府吼、哦、来台湾六十几年啊，当然伊袂当吼就地合就地合伙嘛，即个简单的道理嘛。你来遮是做人客呢，对不？啊，这个土地也毋是你的啊，对不？当初中华民国1912年成立时阵，大家知影无？台湾的政治主权、政治地位。是日本的领土呢，所以这足清楚，足清楚。中华民国宪法内底根本就无台湾，所以这个物件就是讲吼，咱过去咱有看到一挂有关台湾的地位问题时阵，咱拢会当了解安尼吼。尤其是国民党上爱提出来，甲咱骗的，就是讲这个开罗宣言。宣言，所谓宣言是。单方面的，伊个家己个主张，袂输敢若讲我即马吴正荣来向大家宣布，讲这栋大楼即马开始是我个，这主权是我个，意思共款嘛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，这个机啊，吼、哦，这个机啊，吼、哦，就是讲，吼、哦，我即马也就是讲对这个宣言个看法时阵。应该大家拢会同意我这种的讲法啦吼。啊，至于敢若讲，即摆咱的马英九吼，啊，如果做咱台湾的啊，这个总统啊，啊，伊的就职顶头，迄、那个旗啊，过去咱拢毋捌看过这种的旗啊嘛吼，这种的旗啊吼，过去拢是啥物中华民国迄个旗啊嘛吼，迄、那个车联牌，当然这个车联牌压低的啦吼。但是顶头是哪色的，下骹是红色的。这代表啥？恁知无？以我的看法啦，哪色的大家拢知影咧？车联牌就代表国民党嘛，哦，国民党是哪色嘛，哦。啊，下骹红色的是代表啥？共产党呢？当时台湾变作安尼啊？这是足严肃、真正严重的一件代志哦。这个改变，吼、哦，这个改变真可怕吼、哦。有可能一天台湾变作是中国共产党啊啊，甲国民党联合要来统治台湾的这种的这个 mark 出来呢。所以大家心中啦，他都啊，咱的这个啊秘书长也好吼，咱的参与的这个。啊，咱的朴树吼，伊有讲，大家等于赶紧招咱的隔壁厝边，咱的亲戚朋友赶紧申请这个身份证，吼、哦，我嘛已经申请啊，我一摆申请，我就跟阮太太做伙来申请啊，所以讲今日啦，当然都开，好好，当然今日我来遮讲几句啊话。啊，时间可能嘛真有限啦吼，所以讲开始时阵，我插一句，咱总理到位吼，咱甲鼓掌一下，吼、哦，好好。所以讲最后，我来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回去吼、哦，来替民政府的主张加讲几句话。啊，赶紧叫咱的亲戚朋友来申请这身份证，多谢。时间上的关系吼，即马拄啊3:30，啊，我看咱都啊来结束，啊，看总理有要甲阮少讲几分钟的话，足感谢啊总理啊。就来这位啊，各位同心，大家晚安。
真欢喜，咱今日只有满座满座就对啦吼。这个真气会使讲足旺诶。啊，我想这咱办这个演习会吼是非常重大。啊，本来这个闭幕式嘛拢我讲，啊，因为我最近较无闲，我就请咱议长来甲我斗三工安尼。啊，真感谢啦，感谢议长吼。啊，我想我一定话来甲大家做伙。想这嘛翕一相，吼、哦，安尼大家等一下才知道，哦，这个是某些人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我一直个，我足紧，我坐高铁过来安尼，本来想看当中头教育的无多，吼、哦，啊，真感谢大家，啊，真欢喜，咱有这侪人，这侪人来参与，我相信吼、哦，咱有信心，咱的论述是正确的，论述是正确的，啊，咱的方法嘛正确的。咱行着路，则为了办法，就是讲坚持落去，最后一定会成功。多谢大家，谢谢。加吉力。啊，做会啦，做会啦。加力。下课。